大家好，听说没几种疫苗会吃亏，这口号喊的让我一个250半天回不了脑回路。这不是口罩已经让上博挣了不少钱，去年上博借新冠 C 位出道，名利圈名声也挣了不少啊。原浆不过这才销毁2万支过期失效的疫苗，难不成这疫苗没按期销售出去就让上博亏了？新新冠废掉了疫苗，看起来就像四川地沟油一样清亮的疫苗，该不会像地沟油一样坑？法国部长接种了，网友夸身材好。法国卫生部长，你就不怕你这好身材成培养新冠毒株的培养基？被耶和华给干翻了。这感觉就像看到街头的那个标语哈，写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让我想起那个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苦干加巧干，加速实现什么这个话那个话，那个新闻呢大力的宣传着啊亩产千金，江南呢却十室九空，老百姓呢要么呢远遁异国他乡，要么饿死家乡，江北呢吃土啃树皮，更不用说川的了，在天府之都的成都呢，在那个3年自然灾害以后很多年，还有的家呢有三姊妹共用一条裤子，谁出门呢谁穿着。社会主义那3年被天地干翻了。论人类迷惑行为之一，平时去寺庙，寺庙的师傅呢法力之大，可以渡英灵。英灵是什么？恶鬼厉鬼道的。新冠病毒一流行，寺庙关门了。西班牙的圣州空荡荡了，所有的宗教场所不营业了。我一个250半天想不明白，这可以被上帝和佛祖保佑的，能斗厉鬼猛鬼，有着神国光环的地方，感情是斗不过新冠的。唉，现在想想，只剩下圣经传说的哈，亚伦的香炉可以挡瘟疫。而我们呢，却只能靠那个上博的大忽悠的疫苗来死熬，硬扛疫瘟疫。这个时候，有人劝大家呢，不要乱用经文，谨慎发言，用错了会得罪神，引发瘟疫，真是太可怕了。让我一个250都认为，感情宗教只是引发瘟疫的，不能阻止瘟疫的。怪不得哈，摩西和亚伦都成了传说了。论人类迷惑行为之二，名望世家的千金呢，哈，是果真气质超凡的。比如伊朗哈卡扎尔王朝的那个纳赛尔丁莎的二女儿，据说这位公主呢，因为太过美丽，吸引了上百位求婚者，有13个人因为求不得而自杀。但我盯着这位19世纪波斯名望世家的千金，圆圆的将军肚，圆滚滚的柯基似的粗壮的小短腿儿，一张彪悍的男人脸蹲在小短粗的脖子上的照片，我不得不恭维的说一句，果真气质非凡。电影电视在上世纪中开始普及，至今不到100年。中国因为自闭普及的更为晚一点，演员呢就已经从比拼画皮到如今靠那个玻尿酸、肉毒素等等撑着屏幕，说，这个是神仙颜值，气质不凡。在那个匪圈、猪圈之内，就连丑娘还有那个名手师腐男都气质不凡。这让我一个250瞬间有了自信。毕竟人家能卖的都卖了，猪嘴猪肉都畅销了，是不是轮到我的宗教课也可以卖出去了？与那些猪水相抗衡的哈是，中国那些纸画皮的中国的鲜肉派，这些流量级的鲜肉呢，让那个年轻的追星族呢为之疯狂，也让教育工作者们煞费苦心，为了不让学生们犯花痴。于是
啊，就将一批一批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到累丑的奇丑无比的科技上博放在了书本上。比如全那个钱学森，这也就造就了一大批呢钱学生，用钱上补习班，用钱占用学区房，缴择校费，占用所谓优良教育资源的，用钱夯出来的钱学生，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勤奋一定有钱，勤奋不一定有钱，从钱学生就开始了。钱学生都不算什么，他还不如毛泽东丑得出乡，丑得出名，丑得家喻户晓，丑得西方世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审美观，更不用说中国人了，审美观早就改变了。上博王德明都认为自己长得帅是不正经的人的事儿，而今他终于实现了他追随伟大领袖的步伐，80岁活成了名副其实的丑八怪。因为毛贼，中国涌现了新文化丑书浪潮，丑到极点，精美到极点。佛说以32德相不能见如来，但32德相也是相貌堂堂的那个之相啊。如果说修行礼拜神去做一个丑八怪，谁还去修行啊？对不对啊？我们去传统的寺庙看见佛像塑的都是五官端正的。佛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见地藏形象即闻地藏经，乃至读诵香华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其中第13者就是端正相好。论语第一篇学而，意思就是说向正人君子学习。怎么学啊？亦即此说，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现在的人呢，只想挣钱呢，不要命的哈。为啥？因为不敬神呢，天又不赏多余的饭吃，所以呢只能做一件好助人的好事呢就挣一分，钱显得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重要。柴米油盐呢需要钱，衣食住行需要钱，小孩子求学需要钱，是现在什么名誉、地位、权利、家庭、夫妻、孩子，在钱面前都败了，天缺一门，能学鲁班书都可以的，胳膊腿心肝脾肺肾，都不要了，更不用说相貌，你看到网上说的说曹德旺都是花样美男子，哎，所以以后我有钱了，我也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花样美少年呢？人们说呢是白手起家的华人富豪是不查都是神话，一查都是笑话。朱圈现在为有钱缺的可不止一门的，都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了，那可是打的能缺的都缺了，都缺到没钱把人做好了，身上零部件都换了都没了，怎么做一个完人呢所以呢成了成不了器的人，要么横死，要么成一个丑八怪从人间消失了。古人呢那个他说的那个形而上学呢是者呢是指你先是求道形而上者求道不成才求其次。但是不论是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学就没有这个说法的就是照着猪做人做成丑八怪的这个道理的。请问有谁想照着毛泽东的形象做他那个那种有着那种腹黑的大肚子的这个事儿吧朱圈有，比如说那个细婊子古月和那个唐国强是那个仿妆之强都是眼见都不一定为实现在据说到人脸鉴别他们哪个做得更像的呢？
论语为证三十而立是指，它是指的哈这种形而上学学圣人哈，修三十二德相，不是什么长的那个哈，就是肥肚子的奴才相，或是尖嘴猴腮的那种小人相。佛说人数呢，人是竖着长的，然后兽是横着长的哈，是它是爬着走的哈，人是立着走的哈，是两条腿立着走的。所以呢哈，我们为人当三十呢，就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不是被什么天罚的哈，从三十开始就筋索骨短哈，一肚子腹黑的烧干水的哈，馋到不能再馋，最后那个馋到不能再馋哈，馋成一个丑八怪沦为畜生哈，成了信道人都不愿意吃的那个烂猪哈，然后你便做到真正的歇菜了，因为没人，就算你沦为畜生猪都没人愿意用做菜了，歇菜了。还记得那个共匪的口号吗？无产阶级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帮喝人的血，喝你用你阴德币换来的那个财富哈，喝你的血吸你的水的人猪寄生虫还是人吗？一帮披着人皮的畜生怎么就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的？小心那帮披着人皮的人猪再悄悄吃掉你以后再吃掉你孩子。论坑人这一块呢哈，就服共匪还组团坑，是那个你能杀掉哈，为党贡献最后一滴光和热，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这强大的誓言要是万一实现了，一个菜字喷上你额头啊，你在那个匪猪圈呢哈，就一夜就暴富了。但是呢要知道哈，拆迁补偿金是来自你累世数世世生那个世生六道轮回哈，十世轮回你挣的阴德币的换来的。世人都在羡慕你发横财，却不知道这横财的背后的祸是用你命来换的，是将几世所积的阴德币全败光。而天国是不了人住的，人住全靠你为党党妈党娘猪爹猪爸做贡献。人猪是那种天生的寄生虫的，敲你的骨吸你的水吃你，吃的你连渣都不剩。那帮原来就是原本就是那个渣子洞的那个人渣的，然后过不了多久呢，你的金山银山都会吃空了，然后霉运便找上你了。保证你哈，就是为党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不光是余生煎熬，就是那个是永生的火狱的煎熬的。有人会质疑哈，像那个相伯王德明年轻时五官端正哈帅，是，但是这个哈，这个帅是因为他前世是一个善类，做多好事然后今世得报的，是，但是呢，但是他后来也变成了丑八怪，因为为党效忠。但有的人呢却是哈带着业债往生的，就是来生的，他是天蚕，天生就是弯弯。弯弯呢就是说弯弯是说哈罗圈腿脑子笨有问题。这寺庙呢我们看到在佛像以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有缺陷的阿罗汉像。这些阿罗汉呢哈是天生有缺陷，但是后来那个修出来的，是修出来的一种自由相的哈。所以人呢是分三六九等的，四圣六道修行也有等级。今天我们讲学校的一节课的节，简单的讲节呢相当于戒，就是一种境界哈。一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正义那个约这本书哈是正义约，叫天有日月地有山川高卑如行是这个各有别的生用个别，大礼便尊卑贵贱等差异，是以大礼与天地同解。这里高卑如行是比如哈人的高矮胖瘦大长腿啦，还是弯弯的罗圈腿。这里的那个大礼便尊卑贵贱的礼呢，是与孔子所讲的礼记的礼呢是同义的。
指一个人的神性佛性在道上的能力的，还有神佛的加持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个人的境界。境界呢哈，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尊卑贵贱。这种境界的高低不是说出来的，是天赐的，但同时呢人也是可以修出来的所以哈当悲到没有亲戚、没钱、没地位、没工作、没饭吃，你就当修佛了。比如像最近网上出现的那个旷哲轩，29岁孑然一身，没钱没工作，也得不他也得不到帮助，而他父亲也烦恼哈，这大了还要啃老的一个娃哈，那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说宿世的那个孽债相缠的。如果不明白哈，是为怎么做善人的道理的，就算他父母精心照料他，他最后也可能成为下一个那个养所的。就算是哈，像鲁迅那个笔下的孔乙己，他会读书，但这那个就是说，因为不知道怎么做善人哈，他的一生也会非常的惨淡，下场也很惨的。人呢是可以为善的，也是可以为恶的人是可以随可以修行的哈，可以说跳跃的哈，是跳跃到很高级的哈。他人不是畜生，畜生哈，在他的 time off 的那个惩罚时间里呢哈，他只知道吃喝拉撒睡，交配繁衍，这只能干这些事情。这另外呢哈，如果人呢哈生病，头发白了，然后牙齿掉了，也应当学佛了。所以有了新冠病毒呢哈，不应该是盲目的跟着共匪，听上伯的下指挥。是孔子的礼记呢哈，他呢哈是将那个神道融合哈，讲做人所必须的。所以呢人所需要的为儒哈，儒这个词呢就是人家需组成的。是秋官小行人，长达天下之六节，三国用虎节，吐国用人节，哲国用龙节，即以金为之，道路用金节，门关用斧节，都比用管节，即以竹为之。所以人分三六九等。古人呢哈，希望自己能够拓展境界，自马开花节节高。喜欢竹子的郑板桥说呢，难得糊涂，因为不糊涂才能高风亮节，才能那个迈过那个节界。所以呢哈，中国人说会说哈，就说春节快乐，是希望迈过那个坎。人们讨论该不该拔智齿，佛说哈，像这个是另外的哈，就是在这里人们经常讨论的哈，是佛说牙齿落了，你当学佛，你都把智齿拔了，离糊涂也就不远了。所以拔智齿呢是对人的一个警告的哈，警示的。每一个节都有戒的，这个也是的。正如那个修佛修那个修行哈，有沙尼、比丘、阿舍离、须陀含、斯那含斯陀环、阿那含、阿罗汉、佛等。人有三六九等哈。如果是那个没有修行，这个难理解。那我们举一个常见的那种猫狗鸡的例子。比如说哈，一个小猫，它不是小猫了，它投胎做了一个狗，那狗就不再是猫了。或者是那个狗哈脱了狗皮哈，做了一只小鸡，那个小鸡它就不再是狗了，它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哈。这是在不同的结界内的，是所以呢哈，当脱了他们所有的皮，进了人身，那就不再是畜生了，就要是人了。那是人就要好好的学做人，别再做畜生的事儿。学校的节呢哈，仅是一课，是大的节呢，在学校呢是指那个小学、中学、大学哈。《礼记》篇中讲哈，修道这里教的，那小学教什么呢哈？小学讲信，能够信道者呢哈，能够信了的人小学毕业。那个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的，那个小人难养呢，就是因为小人无信，所以难养。中学指什么呢？孟子讲中也不中养，财也弄不财，中也养不中，
财也弄不财。是故人乐有贤父兄也。这里的那个就是这里的宗旨的就是中学的宗，是将小人养大，中正成社稷之才，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哈，永远一点雕虫小技都是社稷之才。古左氏说哈，稷是田正，社稷的稷是田正，稷社稷的稷是田正，也就是说是走正八道的，正见、正治、正业、正命、正方便、正语、正念、正定。礼记中庸篇中名曰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古人是非常重视中养的哈，就是那个就是中学的哈，中养的。所以礼记迂藻呢哈，就说讲哈，头颈呢必中。老子道德经哈，讲哈，多言数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要养成什么样，要养的中气十足。正如佛经所讲哈，那个末世传法者开堂讲经布道的时候，声若洪钟，因为中气十足。大学呢哈，如礼记大学所讲哈，大学之道呢哈，在明德。以前我们讲过呢，怎么做呢？简单说哈，我们再进一步的简单的讲，格物致知啊。简单的举例就是，我们现在大喊一声啊，如果声音嘶哑，可能是感冒了，也可能是那个哈，就是颅底肿瘤啊，或者什么的。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就可以哈，修道对治的哈，可以自己修正的哈，厚德都可以载物，何况是治这一点那个身体的小毛病啊。所以呢哈，原来那个就是说干这些医生哈，就叫那个雕虫哈小技的。那些共匪猪哈，是已经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了，他们还叫嚣的什么，是都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了，都治不好了，还叫嚣他们有什么大德、功德、私德。那个哈是叫天生缺一门缺德，哪里还有什么大德、功德、私德的？你信这缺德的货能够斗得过新冠病毒？所以哈，当学大学哈，做明道君子，如礼记大学，道圣德至善，这样就能够成就大学。像那个论语泰伯曾子曰，是你可以做到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民，临大节而不可夺，而临大节不可夺才能成汉书士丹传所讲的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为社稷之成矣。谢谢。